龙尾不是这样吃的，啊，不是这样，龙尾是要剥的，这样剥啊，不是这样吃哦。嗯，以前的人哦，他折就折在这里而已。对，啊，现在我们折要折长一点，长一点，以后长出来哦就越漂亮。会员一定要稍微的让它用麻油煎一下，哦，它才会很香。把它至中放在中间哈。对，酷哦，啊，所以那个龙尾的果肉是在外皮，外皮，嗯，怎么感觉？嗯。